欢迎来到有墓别的城市，这里是别的上海。A2A2 check check 练习曲，我有一个办法，不试试吗？从这个角落往那个角落，得找那个人。有墓这种就是希望，就是说即便我们都好像得，也不能说是受困，但是我们确实是驻扎在城市里面，但是很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去传达我们在自然里面感受到的那种深的那种力量。好，我知道，我们是再试一下。正式奔赴巡演，对啊，正式奔赴上海巡演第一站啊！哦，真的也要开始了，为大家率先表演吃汉堡。现在时刻8:13，我们的飞机是。我刚刚来的路上，从那个长沙要登机去上海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有一种那种紧张，而且因为其实其他人都已经，今天是我们是各路人嘛，今天中午的时候有一帮人已经从北京南下，然后有几个是本来就在上海的，然后从长沙飞过来这样，所以因为你知道距离上一次排练已经快要一个月了，然后中间又重新的去调整演出的内容，但是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个紧张肯定会有，但我相信明天排练啊，后天是我应该是会肯定是很享受的，也怕
彭，吉他手，吉他手，吉他手。阿 Sir， 阿 Sir， 阿 Sir。陈泽安，陈泽安，陈泽安。我们的灯光设计大白老师和他的团队，你会来一个什么吗？我的声音设计祥竹小梁。数千个钟，他留下烹煮人的余味，煎煮绞茶。天空下起漫天石河，狮子向下，单手向上，向我生命向下。从背后最疼痛的浓汤里，有一颗苹果，都给你吃了长大。不断的。被给予和归还回去，又再被给予又归还回去，最终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领地。今天晚上受伤，走不出洞，握手里，伤害你。生来有一颗苹果，美味不得人知。北品，自驾，回头梳洗，吃完了清醒。原是我生而有的一颗苹果，背后留的一条。